7月31号，霍建华和林心如在巴厘岛举行婚礼，新娘子林心如身穿红色中式礼服的照片也随之曝光。照片中，林心如站在舒淇和刘涛中间，头发盘起，一身大红中式礼服，显得十分的婀娜多姿。之后又撅起嘴巴和刘涛玩起了亲亲自拍。40岁时遇到真爱的林心如，更是在现场流下了幸福的泪水。想必女神婚后肯定会一直幸福下去啦。霍建华身穿黑色西装、白衬衫加黑色领结，新郎官今天怎么看怎么更帅呢？稍后双方亲友也乘坐摆渡车已入场，就等婚礼开始了。